宜兰市为了庆祝建国60年举行的全市第19届龙舟竞赛大会，今天下午在宜兰川举行。参加比赛的一共有男子10个队，比赛之前由宜兰市民代表会和市公所先行开水路的仪式，做了一场表演赛，结果是市民代表会取胜。参加今年龙舟竞赛的10个队将分 ABC 3组举行淘汰循环赛，明天将举行决赛。今天进入决赛的4个队是黎明、三轮、台序和日升4个队。